关系的，我并不会就此消失，因为大家会记得，你也会记得。请和我一起赢下这场战斗吧，指挥官。这个机体并没有经过最终的改装，就算之后重新读取这些数据，在你看来都会是另一个人的事情。也就是说，在这次战斗的最后，将会正式分手。做到这种地步，抱歉，那我要认真起来。我不会让你伤到，指挥官。我还记得和指挥官还有大家一起战斗的这段经历，即使如今我有病危的份，我为他们而付出。但我不能，只能击败他。你是打算同归于尽吗？假如这就是我唯一能用的方法，指挥官，请您允许我。指挥官，本想接下来带指挥官撤离这个地方，但看来我已经……这之后的事情已经不太记得了，只是感受到很多复杂的感情。但老实说，我还是第一次有这种安心的感觉，因为我所渴望的一切都在这个地方。我这双手捉住了属于自己的东西。指挥官，我是因你而诞生，正因为那天握住了你的手，我才真正降生于这个世界之上。和你在一起的记忆构筑了现在的露西亚，即便将要消失，变得不再是我，也没，因为只要碰触你的瞬间，我就会再次重生。